是会紧张，对不对？检讨一下。好啊，我们再录一次。你觉得下一次哦，不是今天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你这一次为什么会失常？因为有一点点紧张。嗯，不需要紧张。以后我录音的时候，你就像平常那样弹。哎，我就是那样弹，把它想回去。我也好像没有人在录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再弹一次，预备，三、七。